说各位住过海景房、河景房，这如今虎年到了，说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。如果有个虎景房，这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呢？说最近呢，在江苏的南通啊，就有一家动物园酒店安排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计，透明的窗户玻璃之外呢，就是老虎的家，一只活生生的老虎在你的面前徘徊。酒店表示，这个新装修好的猛兽客房目前啊还没有正式的投入使用，但是老虎是动物园合规饲养的，房间采用的是防爆玻璃。这个体验项目呢的相关手续呢也已经去办理齐全了，这听起来好像没毛病。那么一旦间开放，各位会不会想尝试一下呢？要我说哈，咱们不仅要考虑到人的观赏，也得想一想老虎的感受，对不对？看得见摸不着的领地被侵入了，这百兽之王会心甘情愿地成为酒店客房的装饰物吗？